徐小林、徐小亮，欢迎各位准时到。那个节目之前我有点渴了，你把那个橙汁。没有。那你刚才喝那个冰红茶。也没有。那你给我拿杯矿泉水呗。这个也没有。那你有啥？这个真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别选小沈阳，你给我拿杯水。不是，你还不信？你看，真没有。小宝来到了一个酒吧，但是点了两杯酒，服务员，拿两杯酒过来。为什么要两杯酒？因为这杯是给我，这一杯呢是给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因生病住院，我替他喝一杯。还可以这样啊！还过了不久呢，小宝又来到这家酒吧，服务员，给我来一杯。一杯，哟，先生，这回您不替您朋友喝那杯了？我替他喝，但是我这今天就不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戒酒了，
莲，我昨天去刘老根大舞台，哎呀，你猜我看见谁了？刘老根大舞台都是我的师兄弟啊，你谁都能看的，因为师兄弟人太多，我也不知道你看见谁了。我看见你了。哦，我想想，那天我去看戏是吧？对、啊。哎呦，只见脸脸呐，一个人啊，就在楼下那一排，一个人占了四个人的位置。是吗？是吗？我有那么奢侈吗？哎呀，票多贵呀、啊！对呀、啊，一个人占四个，一会儿服务员过来了，哎，先生，哎呀。仁哥，仁、哥，不好意思，快坐起来，坐起来。这个一个人只能坐一个人的位置啊，我们下面四个。一会儿人经理都来了，来，田弟，不好意思，不能占四个，你快坐起来。警察一会儿来了，快起，快起来。你光起来呀？怎么了？这人太多，从楼上给我挤下来了。叮叮当，叮叮当，辽宁春晚倒计时，我把欢乐送大家。叮叮当，叮叮当，辽宁春晚倒计时。哎，长乐啊，啊，干嘛啥呢？我忙啥呢？我给院子扫一扫，这屋里也得过年了，也得装一装。是，你看我也生气，我就整点气球挂着，这不挺喜庆的吗？那你说我现在有个闹心事，我咋整呢？你说，就那谁吧，你看去年刘能吧欠咱家账最多，啊，今年就改广坤了，那别人都要过来这账，就差找你了，要不账老费劲了，你咋整啊？过年你还是年轻，有钱就给。人吧，你收拾屋里吧，我到外边放鞭炮了啊。行啊，你先去忙去。哎，这干啥呀？这是老公来了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寻思吹点气球，把这家里都布置的好喜庆啊。不，你欠我的账到底还不还？谁说不还？咱全村都还完了，就差你老费劲呢。你看这唐元都家整的挺紧嘛，这我还能还？那你这整你也得让我过年呢，我也心里得舒畅啊。哎呀妈，你这超市开这么一年，你还能差这点钱呢？行吧，咱俩别废话。那你这样，你既然差我账，你就赶紧帮我干活，你给我吹气球。你拉倒，我这么大学吹气球，人一看不没正事儿吗？你不是，那你赶紧存着，要不然你就吹气球，你选一个。大姐，你这没你这么大。你不对人，你不拿我当小孩呢？你哎呀，再使劲，使劲，使劲，使劲！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啊，不是，你咋跟我吹坏了呢？不是，怎么能是？怎么是我吹坏？这家让那你这气球的质量不行。那咱干老活吧，完你还非得给我，你本来又欠我账，你现在又把我气球吹坏了，你说我这损失得多大呀、啊？拉倒吧，你还吓我一跳，你把我吓着了。妈，那行，赶紧再吹一口。拉倒，我不吹。不行，要不然你赶紧还账。不是，我得上医，我得上医院。不行，不行，得账明天还。大过年的，你说你，是不是特别贵？我这不生气吗？你考虑考虑。你知道我咋整的？那亲为啥告我？怎么了？你看我手。你可真够。带给带真的小金人。你这大脚我能挑着吗？你这手上有个针，你说那吹多少包子？你刚才给我吓唬叫，我就。那搁屋里放着炮仗呢。不是你吹的，我就是回去以后。对。
你还怕我刚才逗你玩呢？我说先不要了，没有，不要，我刚才逗你玩呢。你看你俩现在我老干嘛？这个这么的啊，这不是杨朋友过年了吗？对，咱们仨呀，借着这个辽宁电视台的这个荧屏啊，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提前拜个年，好吧？这应该，对，这太应该了。来吧，开始吧。我先说，祝愿电视机前的父老乡亲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幸福安康，大吉大利。 女士们、先生们、父老乡亲们，还要自己做回音吗？没有啊，接下来隆重宣布个事儿，大家洗耳恭听啊！是。2013年辽宁卫视的春晚呢，面向全国可以说是全民总动员。那如果大家呢要是对我们的春晚感兴趣，只要呢你有能力、有才华、有热情，然后呢又喜欢我们辽宁卫视的春晚，我们呢也欢迎所有社会各界有才华的朋友加入到我们当中。无论是我们的春晚呢，还有我们的春晚系列的节目，都欢迎您。没错，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具备秘密刚才说的这些条件的话，赶紧拿起电话啊，或者是按我们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对，跟我们进行报名，我们等着您。好嘞，一共七大这个报名方式，相信你已经记下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席夏琳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好，那我们明天再见，不见不散，拜拜。